举办风灾义卖，帮助受灾居民，为爱建走筑路善基金，木星木爱深耕社区。这三年来，美国总会的木星木爱成果非常的不错，怎么样做大家都非常的好奇，希望得到这个美国总会的真传。此际美国九大地区的执行长、副执行长来到总会取经，寻求共识，大家一起来寻求一个作业模式机制，同时也让大家能够建立一套管理作业办法，把未来全美九大核心要运作的共识能够形成，能够凝聚大家的共识，能够产生更大的全美的会务的推动的力量。美国是慈济在海外的第一个据点，以人为本的医疗服务在2020年更是获得了美国联邦认证的肯定，透过分享经验传承，借这个机会呢介绍出所谓的联邦认证，因为希望每个核心区呢有对于这个联邦认证或者是诊所的运作呢有兴趣啊，那我们呢就可以做一个示范。三天两夜的活动，了解总会的运作，也与花莲本会连线，对未来的展望有了新蓝图，能够更进一步能够发展我们慈济的未来，短期、中期跟长期培育、传承跟中近代所谓2.0这方面呢，希望能够更进一步了解，能够回去更落实的推广。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美国综合报道。